我们上学，学生时期的时候，当然有自己很心仪的人啊，也就是我们的初恋啊。然后等你长大了、工作了之后，你会慢慢的随着一些小的事情，你会想起他，你会想到，如果我现在回到那个时候的话，我会很勇敢的把什么什么话我跟他说出来。所以说就有了《I Can See》这首歌，对，然后我在您的微博上有看到您发的那张照片，对意思对是对对对。我和初恋唯一的合影，对对能不对对对，能爆料一下第几排的第几位啊？哦，这个报就没有意思了。对，有一些东西，那哪一排呢？有不是都这看个出真的来了，不能说，有一些东西模糊才美好。对，这好几排都有一个。